这两天啊，看到一个消息，还挺让人难过的。当地时间3月10号，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鲸基斯卡，在加拿大的海洋公园去世了。其实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，我就关注过鲸鱼基斯卡，那时候它的状态就已经非常不好了。当时啊，传的最广的一段视频啊，就是基斯卡跟疯了一样，把头和身体往池壁上猛撞。你光看这溅起来的水花，就知道它用了多大的劲儿。从俯拍角度来看啊，就感觉它是突然有了赴死的决绝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基斯卡从3岁就被抓到海洋馆里边了，就在这个小池子里边被圈养了44年，差不多一辈子都在坐牢。更难过的是啊，他还经历了5次丧子之痛。所以呢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啊，我这难过的同时呢，又有种替他解脱了的感觉。因为这只虎鲸的一生啊，真的太苦太苦了。1979年，基斯卡被捕鲸队从冰岛抓到了加拿大，活动范围呢也从大海变成了几十尺深的游泳池。好在啊，那会儿还有另外3只虎鲸陪他，也不算孤独吧。4小只呢，就每天接受训练进行表演，基本啊全年无休。但是吧，光是表演卖票的钱，海洋馆觉得不够啊，就为了利益最大化呢，让馆里边的虎鲸族群一直延续下去，他们就找来了雄性虎鲸坎杜和基斯卡生小虎鲸。按理说呢，这个虎鲸啊和人差不多，孕期呢需要1年，每次就孕育一个，那哺乳期呢也得1年。正常情况下，海洋里边的虎鲸基本6到10年才会养一个崽。你再看加拿大海洋馆是有多缺德吧？从1992年到2004年，12年时间让基斯卡繁育了5只宝宝，但是这些孩子全部都死亡了。你从时间上就能看出来，差不多每隔2年啊，等哺乳期一过，就安排基斯卡开始生育了。我就想问，你们是缺钱缺疯了吗？就最让人难受的是啥呢？这虎鲸的智商啊，相当于人类的15、16岁。你就想咱们能体会到的悲欢离合，它也能感受到。它每天啊就被关在那么点大的地方，还有强行生育啊，甚至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夭折，这搁谁不难受啊？更不幸的是啊，到了2008年，当初和基斯卡一起被抓过来的3只雌性虎鲸啊，都接连的去世了。那这繁殖的任务呢，就全部落在了基斯卡身上。那会儿海洋馆又从别的地方调来了一个小虎鲸叫艾克，但是吧，到了加拿大的这个艾克呢，可能水土不服，就牙变得越来越差，疼痛感就让它特别有攻击性啊，每天就冲着脾气特别好的基斯卡发动攻击，又是啃啊，又是咬啊，又是碰撞的。直到2011年，艾克的老东家把它接走了，这基斯卡啊才算好过一些。不过等艾克一走啊，整个场馆就剩下基斯卡一只虎鲸了，他自己一待就是12年，可以说是与世隔绝。要知道虎鲸可是群居动物啊。直到2021年，他那段自残视频发酵之后，外界才知道还有一条生命被囚禁在这儿。当时啊，不少网友都自发刷起了 Free 基斯卡释放基斯卡的活动。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，大伙儿才发现基斯卡这些年过得是有多痛苦。原来之前就有游客发现基斯卡的尾巴一直在流血，牙也早就掉光了。还有海洋馆内部的工作人员爆料说，自打基斯卡的小伙伴们去世之后呢，他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差，因为泳池的环境不好，弄得他身上到处都是割伤。那饲养员为了省事儿呢，就抗生素啊、抗真菌啥的药，各种瞎喂。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啊，这是基斯卡生前最后一段影像，能看出来他一直处在一个刻板行为里边，就在这个小水池里边转圈圈。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啊，他去世呢，也意味着他的痛苦终于结束了。我觉得之前看到一句话特别适合来结尾啊，每条生命都值得被尊重，宁愿啊终生不见，也不要用他的一生换来一次见面。